我们今天呢，再接着昨天所讲的部分，把至于一切处回向当中啊，这几段比较重要的经文啊，跟各位啊来提一下。第一段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那个至于一切处的这个意义。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二段，我念一下这个经文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时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不于业中分别报，不于报中分别业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呢，也是我们在空中里头啊，常常看到的这种经文。用无所得，这个是中文啊最大的特色啊、哦。你说用无所得，还是用无所得？我看都可以，那就看你自己内心啊，你的悟处如何啊？那自己啊去破句，这个叫破句啊。你不要说，用无所得才对，啊，用无所得不对，哦，那不是这样讲，这个意义是不一样，那就看你个人啊去体会，这个就是文言文最大的特色，你可以这样解，也可以那样解，但是呢，常常会解错的，哦，那个解错啊，跟我这里讲的不一样。你要不信你就去慢慢看，哦，这个中文这个语言呢，啊，是有很大特色的。各位啊，你假如是用火罗威哈，那你就应该追本溯源。火罗啊，现在大家都说是台语啊，哈，台语的根源呢，啊，就是啊，在渭河跟洛水那个地方，哦，在陕西附近，哦，洛阳就陕西河南那一带，哦，你现在加回镰刀哈，回镰刀对河南豆哦，从那边来的。这个地方叫做中原，中原这个民族啊，它是一个原始性的民族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叫做讲话。以前讲话不是这样讲，以前讲话是有点像唱歌，有点像唱歌啊。哦，你若捌听过讲吼，白灵寺车本机车到高阿钱吼，扣几仙钱吼，那你就慢慢的用那种方法去讲话，你就会发现吼，那话要怎么讲，它跟唱歌其实差不多啦。哦，跟唱歌其实差不多，这个就是古诗的一种。那我们从那个时候啊，四五千年前一直唱，唱到现在，啊，哦，那你要怎么讲哈，哦？你可能都不知道，因为现在的人呢，啊，把根呐，啊，都砍断了，文化的根都砍断，所以你接不上去，你接不上去。这个语言本身呢，啊，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。它是原生性的东西，它是来自于生命，来自于生命的时候啊，它没有对不对，它只有这种表达法跟那种表达法而已。所以你从生命来出发，哦，怎么断句都对，知道吗？哦，不同的断句啊，你只要一作意有不同的断句，那就叫因，那你必然有不同的果。有不同的果，注意啊，我讲的这是从生命的立场来看，那你只要体会不到啊，我讲什么你根本都听不，知道吗？但是啊，你假如反过来是用大脑去断句啊，那我告诉你，怎么断都错，怎么断都错，啊，所以你不要说哈，我讲的我怎么讲都对啊，换到你啊，你怎么讲都不对啊，
有时候你会觉得哈，师傅过来呀，过来呀，然后一讲拢有道理，拢对。啊，那话我讲的，大行拢唔对。我不是否认你讲的那件事或那个结论不对，我只是否认你用大脑不对。啊，这一点你就体会不到。你只会说，只要出自他嘴巴都对，只要出自我嘴巴都不对。嘴巴是一样，但是呢，你用大脑你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要用生命。你说我也是用生命啊，不然我怎么讲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机器人啊，当然我是用生命讲的，但是你那个讲法是你的思维方式错误。我仅提供这个给各位参考。我相信听无的人是听有的人的阿僧祇倍哦，不止百千万倍。我们当中有1%的人听到1%的意思就不错了，这里就会大放光明了。这个从生命出发跟从大脑出发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你要慢慢的去体会跟感受啊，叫你慢慢去想啊，你反正一想就用大脑，100%就是用大脑。我常常跟很多同修讲说，你不要修啦。啊，你这样修不对啊。他说我想一想我怎么不对，你想一想就不对了，想两想也不对了，不要说想一想，想一想就不对，因为你过度使用大脑。我们昨天才讲，不再讲了，这个是这个用无所得而为方便的这个情况意义啊，我就不解了，意义你就自己看，你自己体会一分得一分，你听我讲100%啊，得不到一分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得起来，试试法门哦，不要光听，一直点头要鼓掌啊。为什么我说不行呢？因为你听得太认真了，你听得那么认真的当下，你一定用大脑嘛。一定用大脑，你要用生命的话，这下子已经送喜就是因为用大脑，你才会那么深沉，才会感觉到那么不可思议，哇，真的是这样子啊！然后就你大脑黏住了，活泼不起来了。真的跟各位讲，少用大脑，你不要想一想，我要回去怎么不用大脑，是不可能的，不要想，当下。觉受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译成直觉或直观。那个直啊，直就是不经过大脑，你经过大脑就不直了。那这个会有很大的挫折感，在我们的自我训练的过程当中啊，你的修行、你的训练为什么不能成功啊？就是大脑介入，大脑一介入啊，修行绝对不会成功。这个不是我讲的。这个是慧能讲的，慧能当时啊，呵斥他那最出色的弟子、最出色的神会啊，就是这样骂的。知解之徒啊，不是行者。行者啊，不能用大脑啊，神会就是大脑特别发达。我是不会画画，我要是画神会啊，一定画成大头呆那个样子。他那个大脑啊，一定像大头呆那么大，不过大头呆的大脑是不会用的，所以才叫大头呆。对，神会的大脑啊是很会运用，包括后来啊，南宗禅之所以兴盛啊，发扬光大，那也是神会的功劳，就是因为他的大脑啊特别会运用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你要弘扬佛法，一定要用大脑。你要修行啊，不能用大脑，所以那几个不用大脑的是真的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。你看怀让、清源有没有？永嘉他们这一派系啊，通通是不用大脑的，不用大脑的。你要记得这个情况哦。那么这个文字啊，不于业中分别报。不与报中分别业，这个一念呢，你大概有感受，有感受，你大概知道，哇，这句子真美，
真棒，就开始背了，那就对了。然后呢，你就开始去跟人家讲了，那就开始错了。那个感受是对的，可是你要跟人家讲，一定用大脑去讲，你不会说哈，不用大脑来讲话。你要不会用，你要是会用，不用大脑来讲话的话，那你就是正果开悟的人。你现在啊，要是不用大脑来讲话，人家会说你头壳坏去，脑筋有问题。你记得这个情况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你要从修行的立场来看呢、哦，你要去感受这个到底在讲什么。你内心里头啊，内心里头不是脑筋里头，内心里头所体会到的是什么，那个才是重点。不是我讲给你听，我告诉你怎么怎么，你现在讲的通通错。但是你看到这种句子，内心的那一份喜悦，那是对的。那个对是因为你用生命去感受，可你急着去告诉人家的时候，你就用大脑了，你已经动了大脑就错了。这个时候即使有可能啊，能够啊跟同修啊，我跟各位讲，你要有个师父，是你的师父，其他的师父哈、哦，叫做泡泡还疏忽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善知识，是你要跟谁的，真正跟他修法的，然后要有一个哈、哦、同修师兄弟，哦，既然叫师兄弟，是互称叫师兄弟，事实上我们都称对方为师兄，你不要说哦，我是女的，他也是女的，所以我叫他师姐。你要是真上菩提道，通通叫师兄，知道吗？你不要看啊、哦，我是刚的，所以师兄，还是母的就叫师姐，不要这样分，通通叫师兄。师兄是要做什么？你要跟他论道。那先这个怎么论呢？我是刚好有这个因缘跟你提出来，因为也很少有这个机会啊。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你不要，你讲讲看，你感觉讲出来。你说你讲讲看，把你的感觉讲出来，那就错了。你现在都没有办法讲。你说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好，你不要讲给我听。不与业中分别报，不与报中分别业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去感觉。那么真的讲那感觉的时候啊，你讲我也讲啊，两个可能是不相交的缘。所以你不能论对错。我们现在华藏工程啊，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你要把你的感觉讲出来啊，你没有办法论对错嘛。你会论对错就是用到大脑，因为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。那我的推理这样，我是合理的推理，而你的跟我的合理推理不同，所以你错。可是你不知道，你的合理推理他也有合理推理啊，那两个都合理推理会有两个答案、啊、所以我们跟各位讲，合理的推理未必是真理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可以论对错，那你只要讲你的，那我讲我的，这样就好了。这碗米粉你看吧，你吃看吧，啊，吃了你说，现在吃了我说的时候，烧啊烧啊，真烧啊，这样就好啊，就这样子啊。那按理说你要怎么讲啊？你会说哈，这个牌子不好吃，那个牌子比较好吃，那大脑已经起作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又是吃的，又说哇赞赞，哇再来一碗，那一定好吃。啊，说赞赞啊，这半碗好理解啊，哎不好吃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那个觉受的部分表达出来，你都不要讲那个理论，讲那个内容，因为大脑介入，你才有内容可说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真的去体会它，真的去感受它，这个就是那个味，果味的那个部分，那个境界不可说。感受的部分，纯感受。只要你想把那个是什么的东西讲出来，现在我们因地都没办法讲。都没办法讲，这个是第四回向位的。各位有没有那么高？24年级，法身大师的24年级，那可能你有了，我是没有了。
要我是不能讲啊，你可能能讲啊，能讲你就讲吧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大概你要没有这种层次，你讲不出来，你讲不出来啊。最少啊，你要出回向以上才来讲，要不然我们少说。这个是这句话提供给各位啊做参考的地方。第二个就是第三段。我们再看一下经文，这个句子啊也很特殊。虽无分别，而普入法界；虽无所作，而恒住善根；虽无所起，而勤修善法。你看，这个都是两对啊、哦，一句话两个啊、哦，相矛盾的现象出现。不信诸法而能深入，我们刚好颠倒，我们要铁齿般的，啊、哦，铁齿般的啊，不信就不信，你根本就不入。人家是不信而能入，啊，铁齿的哈、哦，就又不信又不入，所以他没有资格批评，你知道吗？不信诸法是什么意思？绝对不是铁齿。那一组人所讲的不信，他是不着的意思，不执着诸法而能深入诸法，不有啊、不是什么不有余法而这个是不余有法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好像打错了啊？念的念不顺了啊？你对的话去对经文哈。不有余法而悉以知见，若作不作，皆不可得。知诸法性，恒不自在。这个都是佛法中的特别术语哈。这个不信诸法是特别术语，这个在清凉国师的疏钞里头啊，这里面都有特别的注解，不与。有法而悉以自见，这个啊不有啊哈，不有余法而悉自见，这不有也是特别的术语。这个若作不作，作不作都是特别的术语。知诸法性恒不自在，这个因为受因缘限制，所以不自在啊、哦，你要留意到，这个都是做特别解释的。虽悉。见诸法啊，虽悉见诸法而无所见，普知一切而无所知啊。既然知一切，为什么无所知啊？啊，这个就是破例双局。在《华严经》的语言模式当中啊，最大的特色啊，它又破又立啊。你看，它要立，它也要破。那知一切，知是立啊，而无所知是破啊，有没有？那这里面你要弄清楚，你只要弄不清楚，想弄清楚的话，那你最好看《心要法门》啊。我们解心上面呢，把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，叫破立双举，双立双破，怎么样子一直弄出来？那么这几句话是告诉我们，在这两者之间，你要会拿捏。这个拿捏两个字很简单啊，什么叫拿捏啊？文殊师利菩萨说善用其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拿捏？会拿捏的人一定会用心，一定会用心。不会拿捏的人呢、啊、不会用心，所以不会用心的人不会拿捏啊。那你我们呢、啊不是你呢，我也一样啊。你要怎么样来训练哈？这个用心，这个拿捏。那我告诉各位，你要从微观下手。微观下手这样子哈，太理论化。用一个比较具体的，具体的，那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啊，你要细心。你要不会细心的人哦，你就不会用心。哦哦哦哦哦！我常讲我们这些桌子啊，
在世界第一流的桌子啊，给世界第一流的土包子，弄得乱七八糟，啊，然后问他讲怎么弄这样，嗯，阿姨品质不好啊，哦，哇塞吼，温暖气，我说那要怎么擦才不会这样？哇塞，呀，他不细心又不用心，所以你会发现到不细心的人啊，绝不会用心。会用心的人啊，不一定会细心。你注意啊，细心是微观，用心可能用在微观上面，他就细心；用在宏观上面不一定细心啊。但是他在宏观上面会很细心。你要自己这样去训练，一定啊，既精又准。所以各位想想看。我们长这么大了，你在哪个地方细心啊？不细心的人常常会后悔，因为他不会用心。所以我们讲很高兴的那种兴到连兴超连兴那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错用心，你不会用心。所以看状况你不细心，因为你不会围观，不会围观。 你慢慢去看啊。所以这个拿捏啊，两者之间啊，要破还是要立，这是有一定的规则，有一定的规则。你不要随便破随便立，那就凡夫刚好颠倒。楞严经上不是讲颠倒吗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颠倒啊？就该立的你不立，你去破；该破的你不破，你去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顺。顺生死流，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说，我们修行者啊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啊，就是啊，死里复生，一定要大死一番。为什么要大死一番呢？把自己所有的自尊心全部打掉，从基础来。这点你做得到吗？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愿意，做不到。嗯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从开始来。你告诉我怎么修，我说你要开始来，那你就要听话。听话可以，可是有些东西我要有决定权。有我又跑出来，我要学无我法、无为法。不过呢，我要先定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定位？因为你讲的要定位啊。啊，我定位啊，你定的我不要，要我定的，这个就是你在随顺你的什么？你的思维。那你的思维是你的大脑在作用，大脑有意识形态，意识形态有好恶，好了，那你就完了。所以当要跟你破的时候，你就跑出一个利的东西来；那当叫你要利的时候，你又拿出一个破的来，不是破的啦，要破。叫你立你就破，叫你破你就立，因为佛法资讯这么发达啊，你讲一讲啊，你到底是在修出离道还是修菩萨道？不知道，所以你就乱凑在一起，这个叫做杂讯。杂讯啊，绝对障碍你，使你不能成就，绝对不能成就，因为你该立你没办法立嘛，你用破的嘛。金刚经不是说吗？就来了，叫你要破的时候，那你不是随顺因缘吗？又来了，那到底要怎么办？叫你要定位啊，不是要随缘吗？那你怎么修吗？这个时候就是你在顺生死流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气在，所以叫你要忏悔，忏悔真忏悔啊，不是假忏悔。你光是在这边拜拜，从四楼拜到地板踏下去到三楼去啊，也没用，没用，因为忏悔是真心忏悔，忏悔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逆生死流。你要能逆生死流啊，你要不能逆生死流的话，怎么进行呢？所以各位要留意到这个要领啊，这个要领。所以破利之间呢，破你要学破那一道，利要学利那一道，
立有立的标准，破有破的标准，不是你自己啊，凭着你的好恶做标准，那你当然常觉生死轮回嘛。那这个经文的内容啊，就自己看了，我就不再跟各位谈这个部分了。这个标准跟要求啊，我们每个人啊都可以进行。下面呢，我们再看这段经文。菩萨如是了达境界，知一切法因缘为本，见于一切诸佛法身，自一切法离染实际。这个染呢，就是意识形态。一切法都离你的大脑，大脑分别嘛，八识作用啊，这个都是染。那你怎么样离染而进入实际呢？这个就要从生命观呢，从生命来看呢，解了世间皆如变化，明达众生唯是一法，无有二性，不舍业境善巧方便，欲有为界是无为法，而不灭坏有为之相，欲无为界是有为法，而不分别无为之相。这个都一样，都破例双举啊，又破又例，又破又例，一破一例，一破一例，这样并着。那各位要从这个地方来做自我训练，华严的这种训练，我跟各位讲，譬如这一句，欲有为界是无为法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叫对治嘛，对不对？不灭坏有为之相，讲无为法又要有有为，对不对？是无为法就讲无为法，然后呢，有为之相又不灭坏，那这当中怎么拿捏呢？你要好好去思维，这个你会思维啊，那福报善根啊，因缘啊都很殊胜。你不要说啊，我又参不破，参不破要常参，常参。你那个道气啊，你自然就能够养。